媳妇儿，辣酱呢？我忘了，等会儿去。媳妇儿，辣蒜呢？等着吧。不把你支走，我怎么吃？啊，真香呀！那给呢，媳妇儿？咱整今天这桌子上咋啥也没有呢？一天自己懒死了，等着吧。黄瓜丝儿呢？这咋桌子上整这样呢？你今天没有思想啊？一天吃啥你还不知道啊？我又好说话了是吧？哎呀，你去吧，快快快！趁你不在，我就都吃了吧。这饭完了，你都给我吃吗？这我还没吃饱呢。行，你就等着。你吓唬谁呀、啊、你？这不来活了吗？那什么，我给你找，来，给你吃这个。你吹什么你？